早晨啊，而家系朝头早7:03，咁今日咧我哋系超早起身，因为今日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事情要做啊。我哋嚟咗澳洲咧，眨下已经一个礼拜啦。咁其实呢一个礼拜咧，因为真系好忙，马不停蹄咁样咧，所以我都唔觉得系一个礼拜咁少。我哋嚟到除咗要去赶住租 service apartment 啦、揾楼啦，跟住仲要去做好多政府唔同部门嘅一啲登记啊、一啲处理一啲文件嘢啦，去银行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一眨眼系好快就已经一个礼拜啦。终于嚟到今日星期一，5月6日啦。除咗系阿妈咪生日之外咧，就系、是、接 Kilda 翻屋企嘅日。其实 Kilda 是比我们早3天出发的，他是由职员来家接他去机场，然后就直接上机的，所以我们已经是没见10天的，因为他来到澳洲是要检疫10天的，而这10天也不准我们探他的，那个 agent 很好，因为他间中都会帮我们尝试联络一下检疫中心，问一下他近况的，暂时知道他也有吃东西，有去洗手间，都算 OK， 不过都是比较紧张状态的，也都不被人摸的，都很符合他的性格的，所以呢我们就非常心急想见到他啦。虽然呢我事前跟他做了很多个心理建设啦，还有很多飞机升降我都跟他练习了，跟他说我怎样数日子，数10个早上就见到爸爸妈妈，但是我都不知道听得明白多少，所以都怕他是很不安的。其实今天之前呢我们还花了时间就在这些宠物店呢就去买一些他的用品啦、他的东西啦，等他一来到的时候呢尽量家已经是什么都齐啦。我们昨天连送都买埋啦，就是因为咧，尽量希望可以同佢一齐喺屋企啦，唔好话佢一嚟咗之后，我哋又赶住落街，抌低佢一个喺一个陌生嘅环境咯。好挂住 QQ， 唔知 QQ 会唔会意识到今日就系爸爸妈妈嚟接佢嘅日子咧？咁我哋而家准备出发。我哋已经到咗。接 Kilda 嗰度附近，因为仲有时间，仲有成差不多一个钟，所以我哋喺附近间 cafe 度食早餐。我就一定系 ham and cheese 噶。我哋头先喺接 Kilda 嗰度揸车过嚟，大概系7分钟就嚟到呢一间油站嘅 cafe 嚟嘅。其实咁跟住阵间就食完嘢就过翻去接阿 Q 嗰边。其实头先见到有人喺门口泊车喺度等紧。有人比我哋更加急切去接毛蟹啊！嗯，要唔要试一个白汁鸡多咗？唔知阿表，我已经 feel 到我哋喺附近咧，因为平时我落巴士翻屋企，佢就已经即刻行到门口等我，即系应该系 feel 到我哋喺屋企嘅。嗱，而家睇翻时间咧，我哋系得翻半个钟头左右要到翻去，都冇。12分鐘，我哋就要離開呢度。嗱，臨食咗先。頭先呢架就係前面等咗好耐。Hello, good morning. This is Human. We're going to pick up our cat today. What's your cat's name? Kilda. Q-E-D-A. Do you have any another pets in your vehicle? Oh no, no, nothing.Okay, all good. When I open the door for you, yes. Then you can Kilda， 喂 ，QQ， 喂，好哦，闹啦系咪啊？咁迟先嚟噶，系咪啊？哦，系啊，阴公啊，哦，唔闹。OK， 系啦，系啊，妈咪喺度，系好挂住，知道啦，好，系啦，翻屋企啦，好唔好啊？喂有排闹啊喂咁耐噶咁系咪啊咩 Q
二十日啊，佢話。係啦，而家翻屋企啦嘛，鬧得好緊要。哦，唔鬧，好精神喎、啊，好似啲嘢食幾好喎、啊，福利係咪啊？哇，朱達好乖喎、啊，未啊？係啊，媽咪啊，未啊？OK， 好啦，好多投訴喎、啊。我哋已經順利接咗 Qda 啦 ，Qda 不停咁樣咧，喵喵喵喵，好嚟講，可能想投訴啦，又可能想鬧我哋啦，又可能想分享一下佢喺檢疫中心同埋自己飛嘅經歷啦，唔知係噏乜嘢。瞓覺豬啊，而家陣同佢翻屋企，咁就喺張牀度，佢應該瞓得更加好。我咧可能都會瞓個晏晝覺，因為今朝太早起身啦。咁佢咧好中意同我一齊瞓晏晝覺。如果我同他一起睡呢，就大家都会睡得很好。现在我们超期待回家睡觉。出来啦，你都知道了，晒不经意，又突然之间就捉住条纸条，诶、哎。